Hello， 大家好，应该今日想拍一讲睇战嘅更新 GoFest 2021第二日嘅活动内容。首先，团体战分为三部分，咁第一部分咧就是视觉与使用者体验更新。咁啊，大家如果而家去打团体战嗰阵时候，都发现咗咧唔同嘅效果啦。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到啦？而一啲效果嘅颜色咧，就会随住唔同队向道馆嘅队啦嘅颜色咧而唔同嘅。第二部分喺你打赢咗头目之后，你就会有个练家成就。如我哋呢个图上面，仲有一击之外咧，咁仲有其他嘅成就，就有最多伤害，单只宝可梦承受攻击最耐，派出最大宝可梦。同埋距离远啲嘅训练家咁，同埋你派出超级宝可梦嘅训练家，买一啲训练家姿势，买服饰，咁你又可以获得到潮流尖端，仲有最多特殊攻击嘅训练家咯。有啲成就咧，除咗你可以储存张图片之外咧，收到一个奖牌，就分为铜银。第三部分就是团体战会变得更畅顺和稳定。咁啊，而家咧就讲《Pokémon Go Fest 2021》嘅第二日啦，包括团体战日嘅 Part Two、Part One 咧就讲咗星期六嘅星期会第二日同样出现，咁所有训练家都可以享受到内容。第二部分，因为之前官方就俾咗一啲提示话会稍后公布噶嘛，咁而家咧终于知道啦，就系7月18日嘅星期日上午10点至到下午6点嘅。所有神兽回归咁，但系注意，咁佢就唔系全部开放晒，色环有三星星嗰啲，代表有机会遇到色环版嘅。咁分为四个嘅时刻，咁第一个起风时刻，咁就喺10点至到11点，同埋下午2点至到下午3点嘅。咁会出现边几只嘅星人呢？咁就系超梦克雷车啊、龙表文灵兽形态、拉蒂欧斯、拉蒂亚斯、凤凰、其他蒂纳别种形态、力吉玉、雷吉奇卡斯。我就建议大家买，咁即系超梦啊，或者超梦咯、啊，冇其他。第二个嘅时刻，熔岩时刻。咁就係11点至到12点，同埋下午3点至到下午4点嘅。有火焰鸟、炎帝、雷吉洛克、直多男人、土地云灵兽形态、莱希拉姆、乌拉多、代拉基翁、伊培尔塔尔。咁我就会推荐大家可能会打土地云嘅灵兽形态莱希拉姆。咁啊，古拉多都系值得大家去打伊培尔塔尔。咁第三个时刻就冰霜时刻，下午12点至到下午1点，同埋下午4点至到下午5点。冻鸟、水军、雷吉艾斯、游雷姆、海欧卡、美基亚、帕洛奇亚、阿克洛姆、艾姆利多、尤克希。咁啊，呢度稍微要注意嘅咧，阿克洛姆埋艾姆利多、尤克希会出现该地区嘅，咁就限定地区啦。例如尤克希嘅话咧，香港都可以捉到。推荐大家打海欧卡。去到第四个时刻啦，就雷鸣时刻，下午1点至到下午2点，同埋下午5点至到下午6点。咁就闪电鸟、雷公、雷吉斯、奇鲁、雷电云、灵兽形态、捷克罗姆、通座、蒂亚卢卡、欧帕卢翁、捷尔尼亚斯。推荐大家蒂亚卢卡、捷克罗姆啊，喺呢个 PVP 或者系呢个团体战都系非常之有用嘅。咁呢四个嘅时刻咧，希望官方可以搞得好啲，因为当日咁多个钟啦，都有咁多只嘅传说死人咧，系比较麻烦嘅，真系好难打晒自己啱针水嘅死人嘅。会券嘅玩家咧，咁喺活动期间咯，完成每一场嘅团体战咧，都会有额外嘅10000经验嘅，非常之正。旋转道馆咧，系最多可以获得10张嘅免费团体战入场券嘅。完成限时调查咧，可以获得到最多8张免距离入场券嘅。喺商店咧，有个免费礼盒，入面就有3张嘅远距离入场券嘅。所有星期六受芬香吸引嘅宝可梦咧，同样都会喺星期日嘅活动时间内咧受芬香吸引嘅。好啦，今集时间咧就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都未知道呢个 Go Fest 2021嘅第一日搞紧啲咩啊，又会开放乜新色围啊，资讯卡我就睇一睇啦。
如果大家未睇《暖暖豬社群日》嘅內容啦，或者係個沖繩限定嘅比卡超啊嘅內容啦，記得去撳入去資訊卡嗰度睇一睇啦。如果中意條影片咧，記得讚好，未訂閱記得訂閱 ，share 俾個朋友睇，咁就會知道哇！呢個團體戰咁多頭目，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